在印度会火，这首歌呢，它的歌词其实就是说一个人，他的这个嘴唇非常的性感，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黄色的歌，它是在比哈尔恨。为什么我要介绍这首歌？因为它在我们比哈尔，我们重点做的这个地区火的，它是 Bhojpuri 的一首歌。然后呢，这首歌它刚开始是说这个女生的这个 lipstick 非常特别，然后呢，她看到她的这个。